你从哪儿来？过来，过来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茶叶画符。你们这儿什么项目，什么价格啊？大哥，我主要给您推三款搓啊，英国皇家搓108，美国总统搓118。我觉得大哥你的气质特别适合这个。省估计，咱们保护民族工业嘛。我一看你就是个爱国人。哎呀，来这个绝对物超所值，真的，大哥。那得就问我们大哥了。那，大哥，行。行了，大哥坐不坐了？吓死！哎，省估计，省估计。来，大哥。小子，你把我大哥搓好了中，搓不好，看我这俩签子卡在这儿都不疼，你就应该知道我的厉害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这四个爪子也不是吃素的，知道不？